修手机这么些年啊，咱们遇到很多说手机里面有重要资料的啊，要保资料，但是到最后呢，也没几个正儿八经有重要资料的。但是今天这个老板他是真的啊。那我们先来看手机，那这是一台三星的 S20 啊，最新款的 5G 手机，三星的年度旗舰。那 S20U 什么的啊，咱们英文不太好啊，不太认识。那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个手机啥情况啊。我去，屏幕和后盖摔坏也就算了，主板坏也没关系，但是坏的这个造型咱们看一下，整个主板已经有多处断裂。那么这个手机要保资料，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挑战性啊。那我们准备拆开手机先看一下主板状况。我们拆开屏蔽罩，然后直接看到主板上面啊，全部已经断裂了啊，两边都已经断裂了。那像这种手机里面没有重要资料，我们是不建议维修的，因为维修成本非常的高。但是这位老板的手机就不一样了啊，它里面确实有非常重要的文件。能不能完成老板交代的任务啊？咱们下期见分晓。